民女，令如兰，状告燕语绣楼无联，奸污。刘捕头，上回你说需要人证物证，我虽未找到物证，但我却有人证，是不是衙门就可以受理了？厉江娘子。 我看你是个小女子不容易的份上，跟你交个实底儿。这个事儿呢，你还是放弃吧，回家去，该嫁人嫁人，好好过日子。等我讨回公道，自然就能好好过日子了。那你怕是等不到那个时候了。你上回收我朱砂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哪里有什么公道？ 说到底，此事也是你伤风败俗。你若恪守妇道，岂会有此事？ 真是冥顽不灵！怎么回事啊？大人，是烟雨秀楼那个姑娘。知府相公，咱们现下该如何？知府相公，这堂鼓已经敲了，不升堂，怕是不行了。那就升，我还不信她一个女子能闹翻天不成？准备吧。 苏无惊，堂下何人？民女令如兰，状告燕语绣楼无联。奸污！这是我们堂的吴先生，吴先生的品行，大家都能知道的呀。